陈敏勋最美丽董事长，情路坎坷，人生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，你要好好的去面对它。这个时候有最美丽董事长封号的陈敏勋，真的又要面对挫折了。45岁，亿联集团台北管理中心执行长陈敏勋，不仅长得美，在工作上更是表现亮眼，但他的感情路却是跌跌撞撞，到现在还是小孤独处。过去他唯一承认过的，只有和外资圈金童白玉明的恋情。他们两人是在美国求学时认识，爱情长跑10多年。但因陈敏勋事业心强，两人疏于联络，越走越远，最后分手。和男友分手后，陈敏勋陆续传出绯闻对象。去年8月，陈敏勋认识已有过一段婚姻的王彦君。王彦君花了不少精力，终于虏获美人心。没想到王彦君竟爆出和已婚的电视台记者吕嘉颖上摩铁。苹果昨天接获爆料，王彦君在接下李登辉基金会秘书长后，接下来连3年举办的青狮营活动都请吕嘉颖来当讲师，两人有一定的交情。除了电视台记者，王彦君还有小四，这人来头不小，是57岁的联合大地工程顾问董事长王美娜。王美娜已有过2段婚姻，看到小三小四，坚强的陈敏勋在第一时间选择了原谅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更赞的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在即时新闻或者日报版面，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就是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有料就报，紧拨电话，也可以用电子邮件或苹果日报网站下方的爆料投诉页面，或苹果日报 APP 左侧选单的爆料投诉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，爆越多捐越多。